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塔罗 T3D 云台的俯仰角以及转向角的测试。我目前使用的遥控器是华歌尔 DBOS， 我将 AUX4 设定为俯仰角的控制， AUX5 作为转向角的测试。在俯仰角的控制上面呢，塔罗提供了角度对应以及速率对应，那个人的使用习惯是旋钮转动多大的角度，它就应该是要对应到多大的角度，这个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操作习惯。那旋钮放开，它就是停在所对应的位置。这是俯仰角的控制。那在转向角的控制那边，我用 AUX5 来做一个转向的调整。这个在多轴旋停的时候呢，可以透过转向角来做一个左右曲径的处理，这样子。本次的介绍到这边为止，